何佑君同奚梦瑶十月底诞下仔仔何广新、何叶范，成为赌王何鸿燊嘅第一粒男孙，全家人就当然特别开心啦。呢日家姐何超莹就带埋两个月大嘅女女荷包蛋现身养和，唔知系嚟复诊定系嚟探何叶范呢？探细路嘛，但系你唔好用，点解啊？因为啲佢哋话啲眼咧，系啊，未未未好啊。我如果细佬手都冇用啫，佢今日走啊？未啊，未啊，未走啊，冇用啊！不愧系大家姐啊，连细佬嗰份都讲埋。之后超莹入去大堂打咗个电话，猎一道就一行四人一齐上咗去啦。